在来到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，有机会自己动手印制相当讨喜的笔记本。博物馆迎接龙年，不但规划相当精彩的表演，还有龙来动动手 DIY 活动。我们有精心设计有关于动物系列的宣画系列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把我们的版画做成所谓的笔记本，那也是搭配我们通物特展。那我们这次规划有石虎跟鹿，那也就是让大家新春讨吉祥，希望大家可以福气满满。参加完 DIY 活动之后，别忘了到馆内的文化商店逛一逛。如果消费金额满113元，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，买越多抽越多。今年你只要来文化商店消费满113元，我们就可以抽奖，那就是买越多抽越多。那每天的话是限量66份，那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，就是抽好运，然后就是扎三行东后累。这次馆方配合史前动物特展，在版画图案上设计了鹿、山猪和石虎等台湾动物，让大小朋友在体验版画印制的趣味之余，也能认识这些动物。记者高清峰、林景瑜巴黎采访报道。